那么师傅，这个72年属鼠的同修莲花情况怎么样？男的女的？次数多不多？女的。几月份？他是2月份出生的。我看看啊。他是2014年3月马来西亚拜师的。2月份是吧？对，2月份出生。报一个姓就可以了，报一个姓。姓于，仁泽于。啊。属什么？属鼠。哦哟，在还在，很危险，很危险。危险啊！啊，就是说很容易掉下来了，很容易花谢掉的，嗯。哦，那师傅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不精进？嗯。或者不精进，或者就是讲了人家一句婚姻的问题，嗯。就是去劝人家，所以你要说记住，不管这个人对和错，劝和不劝离的，不能这样的。你要一劝的话，你就倒大霉了。劝和不劝离啊，听不懂啊？喂，师傅，不好意思，刚刚信号好。啊，劝和不劝离，明白吗？哦，明白了，这还是口业方面的问题。对，哦，还有，那是不是烧菜？烧菜要当心。他吃全素的。吃全素，好像刚才烧菜的时候，他帮人家烧过荤的没有啊？不太清楚。你就问问他看，嗯。哦，好的。好了。那师傅，他那个业障多不多？比例是多少？18，非常好。啊。不容易。还可以。不容易。他图腾的颜色是什么颜色的？属什么啦？属鼠，72年属鼠。白老鼠，白老鼠，这个白老鼠修心方面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方面，精进努力，过去有犯口业，以后要当心。好了，好的。